当我为了吃早茶去学粤语。早晨，早晨，唔该，唔该。请问饮咩茶？请问饮咩茶？请问饮咩茶？饮咩茶？饮饮饮是饮饮茶。请问饮咩茶？是请问喝什么茶？咩咩？早晨，我饮普洱。早晨，我饮普洱。早晨，我饮普洱。早晨，早晨，我饮普洱。我饮普洱。早晨，我饮铁观音。早晨，我饮铁观音。我发音发不出来。菊花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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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什么是么？咩咩？这个是你该。呢个。呢个。唔该。唔该什么意思？大家唔该。虾饺是虾饺。虾饺。虾饺写下来。然后豉汁排骨是豉汁排骨。豉汁排骨。豉汁排骨这也写下来。肠粉。肠粉。肠粉这个也得写下来。这个必点的。我学会了虾饺。虾饺肠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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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为了吃早茶去学粤语，肠肠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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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写的这个拼音，我写的拼音写的是我学过的拼音，所以我发的音发不出来那种粤语的那种感觉。修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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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黑是好吃，林雷。林雷，林雷，林雷是美女。虾饺，学会了吗？大家，虾饺，豉汁排骨是豉汁排骨，豉汁排骨，豉汁排骨，铁观音是铁观音，铁观音，铁观音。我饮菊花茶，唔该。我饮菊花茶，唔该。然后这个是哪个？呢、这个哦，呢、这个，然后早上好是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哇塞！当我为了吃早茶去学粤语，哇、哦，现在开始学数字了，呀，呀，呀，三十，沙，普通话我们说沙就是三个，粤语是三十，牙门。牙蚊二十元，豉汁排骨牙蚊一笼，好平啊 ！What？ 豉汁排骨，豉汁排骨，肠粉十蚊一碟，肠粉十蚊一碟，虾饺三蚊一笼，好贵啊！虾饺三蚊一笼，好贵啊！虾饺三蚊一笼。好贵呀、啊！贵贵，有点怪的发音。贵。你好，请问呢个几钱？你好，请问呢个几钱？你好，请问呢个几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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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晨，我饮铁观音。What？What？ 早晨，我饮铁观音。What？早上，我饮铁观音。我这个小阿五说，厉害，来挑战难一点的怎么样？如果这个是简单的，我就。我觉得我到了餐厅，当我为了吃早茶去学粤语，至少可以跟姐姐叔叔说，虾饺，你好，肠粉，早晨，普洱，一笼，还有虾。虾蛋，下蛋的意思。虾饺好平啊！英文你说 pen 就是说明一个东西很好很美 ，pen。然后粤语是虾饺好平啊，应该是便宜的意思吧？请问呢个系乜嘢？请问呢个系乜嘢？
请问你个还没言？请问你个还没言？请问你个还没言？请问这个是什么？服务员来了，我说，请问你个还没言？你个还哈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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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虾饺啊！你个还哈饺？你好，请问你个几钱？你好，请问你个几钱？我离不开我的普通话发音，我意识到。肠粉30一碟，好贵啊！肠粉30一碟，好贵呀、啊，好贵呀、啊。There's no hope. There's no hope for me learning Cantonese. Oh my god.